来了，今天咱整点这个皮皮鸭吃，现在这皮皮鸭可肥了，全是带黄的，你看，全好的。听我吐，吓我一跳，下去。皮皮鸭，我只吃焦糖味的，不是焦糖味的我不吃。嗯，哇。 哎呦，这翅膀这么大呢，啊，太拼了！看都看到这里，感觉过瘾的，看着过瘾的，给老弟来双击，加关注，谢谢啊！虾这边盖楼，双击！嘿嘿，皮皮虾熟了，现在这皮皮虾多肥，全带黄，全是母的。 不管来点辣，来点辣油，来辣油吃可有味，可有味。有没有食欲？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太好了！嗯，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不妨给我来个双击，到俺家里来，我请你吃，管够。嗯，这个给双击的，这个给评论的。 这个给加关注的，这个带黄，谢谢啊！给就给一个，这上一锅满满登登，白白真真。嗯嗯，亲一口，嗯，出来出来，说说，呵呵呵，这八爪鱼的大米，好吃啊，兄弟们，真吃真好吃啊！一口一海洋，哇！ 这个也是，啊，嗯，剩下的一口吞，嗯，开完了别忘了给双击，谢谢。 这帝王蟹，腿吃完了，吃吃渴。听说头盖帝王蟹能像燕梅，好久没这样了。咱哥家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为你们双击，我拼了哈！给，给，开了，给你们看看里面的结构。哎，里面是啥玩意儿？哎呦，这好哟！ 嗯，今晚就过瘾啊！感谢老弟够评的，能不能给老弟来个双击？加关注，谢谢啊！海鲜小锅熟了，啊，这大锁也一斤半一个。哎呦，乖乖！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一肚子水呀！哎呀哎呀！ 这一肚子水呀！我靠！哎呦我！叔阿姨、哥哥、姐姐、兄弟姐妹们，给个双击！哎呀，哎呀，肥不肥？得让你们看了才知道。啊，乖乖，啥条件吃错的蟹？这个，鲜美。 嗯，确实鲜。给个双击。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，给一个就给一个吧，全是红高大闸蟹，红高素的蟹，纯野生的，这还不能，我不认识，我不喜欢。天天不出海，咱没得吃了。咱吃个素素蛋蛋的，什么？叫什么？青口贝淡菜海虹，整点都够了。哎，放点料，这炒着吃过瘾啊。 太重了，咽不进来。加点水。啊，下视频开了，锅盖也找不到了。这好哟。盖上锅盖，下视频就能开吃。这个两三分钟就能吃了。兄弟们，给老弟点个双击吧，好长时间都没像雁门了。给就给一个吧，谢谢了，哥哥姐姐。整个四喜三马的大鞋店了。 说你们不信，我穿鞋我穿死线了。你给我看看。
比鞋还大了啊，接我鞋。哎呀妈，哎呦乖乖，哎呀妈妈，这好哟。啊，哎呦，那就用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过瘾啊。这大鸡排终于锯开了。哎呀妈妈，好哟。看有没有食欲，感觉有食欲的哥姐弟妹给一双鸡啊。嗯，欢迎团结。来来一口梦梦一下，来哥姐给我个双鸡，梦一下也不要了。哥、啊、你这样是不会给你双鸡的，给你上点料。啊又来啊，你这些小子这么坏呢。我拼一下也没有双鸡啊。哥姐我如果能吃得下给一双鸡吧。嗯，哥姐都这样拼了，能不能给一个？双鸡是免费的，赏一个吧。兄弟们，这一锅花了我一过年挣的压岁钱，全花这上面了。看这俩大龙虾。大不大？这个留给闺女吃，这给媳妇吃。啊，呜呜呜呜呜！哇，这大肉，吃吧。这龙虾挺好看，这龙虾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我不喜欢吃龙虾，我喜欢吃皮皮虾。怎么样？叔阿姨、哥哥、姐姐，给个双击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我不吃，你吃。给一个装机吧，给就给一个。给就给一个，超大的，往下面。给一个啊，谢谢。又到了吃扇贝的季节了。扇贝。哎哎，这样就行了。哎呀。来点料，蘸点汤。这肉细不细呢？啊，你们看看这肉哦，大肉大肥肉。嗯，哎呀，真过瘾。哎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你们看看。大家知道这啥吗？不知道。这叫鲍鱼，这营养价值可高了啊！这里面的这个不能吃，知道吧？这里面的内脏不能吃，苦胆抠出来，然后剩下都可以吃了。尝一口，过不过瘾？大家大口喽！这营养价值特别高。嗯，大的我都吃个小的吧。好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叔阿姨、哥哥、姐姐、哥哥、爸爸，给我带上一个双击吧，谢谢了。给就给一个吧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等等来。嗯，给就给一个，给大姐一个哈，谢谢了哈。这小锅基本上脏完了，咱再整个，整个这个海螺、帝王蟹，咱留给孩子吃，咱也不吃了。哦。嗯，断没断？断没断？不要断，不要断。哦，完美。这海螺这苦胆其实也可以吃，但是我不喜欢吃苦，还有这干。这地方不能吃，摘出来其他地方都可以吃。嗯啊，长时间不吃了，真好吃。嗯，太大了，一口吃不了。看是过瘾的，给老弟来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啊。